油倒回乡，为何你个书包我可从台湾吹上来？小姐的，你害我见面金山路底，我要如何是好？无聊，倒吹时，你个书就是金甲神，倒台下凡生时，被师傅造下凡的东西，我将他钦烧，他的金甲就在我手头，我不如放下金甲，回魂体。两地合议，叫我报冤，叫仇报仇，太古准备来破旧恨。金甲神，你准备好烧来平？要人跩，喂！我甲你讲，这代是金甲神给我处理，
你等于你的庙阁好势，人家我甲买金刚糖啊，你吃。你等于你的烧酒卖差别阿大啦。哎，啊你生囡仔烦啊！啊，我直接甲你讲，敢讲你唔听我的话吗？你吃好做事，吃好等等，我无差你一个小姐等。哎，啊你骂我小姐等，啊好好啊。啊，到这里来，啊，那咱就要先拼先咯。你害我面子尽扫到底，卖乖乖你落车得罪了，去我们。回乡，家己无事啦。嘿，你阿我无法同意啊！你欲输自
事如来明明，一切拢是三世因果，今生好人今生受，任何人都无法度搁再改变，你不应该公私不分，是你唔对在先。应当言，用方便顺者会不是。他忘掉，不错。我留在这里救世，你要搞回啊？好啦，这边啊。是我唔对，你确实的啦。嘿，你伫咧讲安尼，无要紧，我大人妈咪在跟他计较，金甲神，你好我修炼，以后到台顶坐殿，我会替你讲好话啊。金甲神，菩萨，你前世做了无好，今世受，所以直接会带了煞神来出世，今生今世。你煞爸煞母，又搁吃大字吃自己，我知你怨气上天。如今你会知的意愿，今生记了，是伊落来有许多的缘分。你以我回转之间啊，跟随我伫身边好好修行，做我的卡力，你可愿意？菩萨，既然这是我的三世因果。上级以后，我甘愿放下凡尘一切，跟随菩萨，南海之中啊，普度修行，苦海无边，归条是岸。今日弘道吉时，用时吉日，观音修行告别。Thank you.